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《Doomhouse Secrets》，这是 Portal Games 的那个 Detective 系列里面的最新作品。Detective 主题就是新电影《Doom》沙丘的那个主题啊。说明书。就是写上去的吗？OK。哦，每个 mission 的 tower log 一二三，然后有地图一张。应该打开了。也是地图，这个就是 time track， 黑豹吗？然后，咦，居然有贴纸，这难道还是个 legacy game？Toolkits。就那些资源的 token， 就是现在变成这么大。人物好像是有四个不同的人物。Tokens 这些卡牌都是不能看，因为有 spoiler。那我们看看下面还能会不会有其他东西。OK， 检查完毕。那游戏的本体就是有这么多，不过我还有一些 promo 是 pre-order 的时候送的，所以在一起开了。这个就是刚才 token 里面的加厚版。都放不回这个盒子里面的回忆那些 token。 不对，可以。然后这一本我也不清楚是什么，有一个 string bag 啊，这么浅的呀，就装刚才那五个东西的吗？然后还有一堆 Chapter 1 Chapter 2，怎么有两个 Chapter 1的，是不是得重复？人物背景 Interesting。明信片，好大张的明信片。然后还有一张证书吗？好吧，那是签名，80号的证书。这个还不错，然后一张大地图，那今天就开箱到这里。